常的尴尬，因为非常害羞，因为修杰还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王布，我的身高163公分，体重44公斤，三围是32C、24C、33。今天很开心来到上职大赛，今天是第一次来举牌的，所以有点紧张。然后看着球赛们他们在比赛的时候，我更紧张。关于我的床戏的话，就是在于 PMAN 有演过一小小段，那时候非常的尴尬，因为非常害羞，那时候有点裸上半身。对，好啦，是一个难得的经验。还有关于《闪灵》封面专辑的那个这部分，那时候也是在一个很寒冷的冬天里面，也是裸着。在全身，然后打白粉这样子，那时候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。韩国的韩，老二的二，那请大家搜寻。那如果大家要去吃烤肉的话，可以密我，我会到现场为你服务哦，亲自为你服务。希望你们到未来电视台的网站呢，可以帮我最爱收到王木投一票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